也有可能会被耗油。他也没有，他也没有说他是哪一间帮他生产。那也是微乎其微啊，不可能会有一半的效能减少吧？怎么可能加了这个，然后变耗油两倍？那也太夸张了吧！我要买 Mobile One 的、啊。你买这个啊？这个是这多便宜？826一。你在那里保养，在那里精打细算，这直接就砍半价钱了。是不是1000？十二平啊，那是六平啊，你要看清楚啊。啊你买两平，两倍，你也才1700块啊。你看，还是整整少1000多块、欸，你还可以再多买六瓶、欸。没有买那个，你会安心很多、啊。是不安心、欸哦？我就说你没有用过，你要试了才知道。我们要先用试，我们要慢慢减少，慢慢用那个 Mobile One。太慢了，你人生要那么长，可以慢慢减少。减少啊！太慢了，一下子从4000块。没有，我们应该先从最便宜开始，慢慢升，你就。可能你还就来不及了，就可能坏掉了，你就直接升电动车了。没，那不错啊，那刚好省到一波哎、欸。哇，那就是花更多钱了、啊。是。结果就不用再，从此不会再用了。对啊，你看你直接省一波啊，直接无条件升级。